搁家呢啊。你干啥来了？这家不欢迎你啊。那啥，那个自从你说你离家这么长时间，那个我来找你有点事儿。有啥事说，说完赶紧走。这个张卡里头有80000，你拿着。啥意思啊？那个啥意思，这没看着吗？不是，这咋整的这是啊？胳膊呢？胳膊粉碎了。哎呦我天哪，你说你啊，咱俩吵个架我就回娘家了，寻思你能哄哄我，这倒好，半年了啊，连个短信也没有，信息也没有，你到底干啥去了你啊？我这长时间我这不是一直那啥嘛，挣钱去了，就挣八万了。不是你胳膊都没了，你拿啥挣钱呢？不还有这手呢？不，你咋整的？你这半年，哎呦，妈呀！那啥，就你走的第二天嘛，然后那个我砸草来的，就是一留神，手就伸到这杂草机里。那个。我跟你回去，我照顾你去吧。你这一个手，你不方便呢。那个，这真给我回去啊？啊，走吧。那太好了，走。哎，这又长着了呢。逗我玩呢是不是你啊？那啥，你走吧，回去吧，别走。回啥回？还敢骗我？那胳膊都没事吧？你逗我？滚犊子去！滚犊子！哎，滚！哎，再相信我跟你说，我就胡。妈呀，幸亏有张卡。80000块钱，就这么沉的咋样？哎呦我的妈！这也骗！哎呀妈呀！啥也不是。